有契约，王禅心法古至今用利人天，老祖慈悲普度群灵又太平，岂是老祖的妙法已借由此地的因缘而难传。在四楼的教室又契约，冈山北斗七星照太平，道场有教无类出圣贤，更将冈山道场教育文化的殊胜天命表现无疑。欢迎各位来到这里参拜老祖，点灯上课，福慧增长，阖家平安，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卫星电视台，由金鸿水创作卫星世界，请收看卫星世界，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灵山一会万年灯，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不为唯心圣教，甲午千秋，双十谢天伦，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各国联位上诸圣灵，便会软动诸灵。好，我们在座的维新圣教一间大学法师讲师，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12月15日，好，下午呢，我们继续共修讲解安心真经。我们一再的强调，安心真经是国泰民安的法宝，国泰民安。民有所安，国就泰。但是要国泰民安，必须要风调雨顺。风调雨顺就是人的德，我们人全民的德，德不够了，天一定会天怒，就会惩罚我们人类。所以我们处处要以德为本，但是我们一直在谈道德，道德是建立在平安的基础上，你不能平安，我不能平安，到最后心慌意乱，就人慌马乱，偷骗抢拐，战争就来了，这和风水都有很大的相关联。啊，王禅老祖开示了，在民国72年开始，1月15号，承玉皇大帝
老鼠金母、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的开示，要开始行道。那时候我一无所有嘛，租了一间差不多四平大楼，就用一间3块钱三年起家普挂，啊，用中华文化道统一间，为过界有缘的人用意立人天，所以一步一脚印，一直结善缘，将中华文化道统古圣先贤的智慧，用易经风水学，和各界结善缘，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人在世间上，事业不平安，家庭不平安，社会就会乱。啊，听了这一句话之后，我就发大愿，我一定尽我所能，啊，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的法门相融合为一，三合一啊，啊，来弘法利生，印证了到现在32年。整整32年的岁月里，广结了无数的善缘，这是天之德，王禅老祖的恩威，诸佛菩萨的慈悲，啊，上天上帝的光，全部加持了。所以在32年来，啊，在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国内，还总算平安了。啊，即使有小事，那很快就过了。而，啊，王禅老祖在1000几年的时候，又开示了。啊，中国人在世界上被瞧不起，是很可怜的。但是不知道觉醒。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祖灵不安。祖祖孙孙哪都能安呢？所以1000几年开始，啊，我们所有有缘的同学们一起到西安，啊，去皇帝陵祭拜皇帝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这山，皇帝陵在这里，这是河水，水，这是祖山五像，帝王之啊之座位之宝地，这里龙穴，啊，这一个很大的，这个。山坡，那这里是坤荒，啊，这个从这里看的这个坤荒，王禅老祖开示，要建立他们大陆，啊，当局呢，若是要让中国的经济起来，必须要在这里坤荒做个水坝，啊，老祖也开示要化解两岸的战争。维新电视台各时段优质节目需要您的赞助，欢迎以个人或公司名义赞助，洽询专线04-2475-7769。本源禅师法语丛书讲解如何调整好环境，大门不可对到什么，庭院的摆设如何安静化煞，化粪池车库的设立，室内摆设等，还有公寓电梯楼梯格局，详实收录本源禅师开示居家风水法则，
详尽的内容图示方便学习。混元禅师法语丛书一至五册已出版，欢迎至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订购。原来大陆很穷，都一直说台湾人民享受当时蒋介石把所有大陆的国宝金条用火车载到香港，然后火车走向香港的地下道到台湾来，所以台湾才这么钱，对台湾非常没有礼貌的表达方式，我听了笑一笑所以现在整个大陆经济起飞，1993年开始起飞了，因为祖灵会安嘛，祖灵安了，子子孙孙就有智慧，就有贵人，人会战争斗争打架抢骗拐猎杀，都是从生活有问题吧，经济有问题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祖灵不安，你的事业会顺利就不相信，所以维新圣教安心尊经，维新圣教的妙法是安祖灵的法宝，更是世界和平的灯塔更是两岸同胞兄弟情，大家在生活安定的尊严之下才能够相互的尊敬，才能够心手相连共创两岸的真和平和世界真和平，这都风水学王禅老祖所开示的真理啊。所以我在2013年，就民国92年天印末的时候，又去参加祭祖，我一看到这里开始水做一个桥，这水都满满了，我发了中国大陆在中华民国93年以后，天印八运，经济就会突飞猛进。现在也没有突飞猛进所以我们要了解，人在世间上若是风水山河大地你不懂的话，一直在叫苦连天。所以王禅老祖的慈悲，当时有师兄说，师父你这样大陆人很坏托骗拐抢10亿人民9亿骗，1亿还在训练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告诉他们点破玄机，他们发起来了。我说就是不稳定，祖灵不安生活等等就有问题了，人都有尊严。那我们知道了王禅老祖，我们所拜的是大陆的神不是台湾神台湾的神只有台湾祖师一个修成正果而已他还没下来给人家拜他又回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了风水学立人天，所以在千禧年的2001年，老祖开始要进入中国大陆河北省涿鹿寻找山祖文化在那边由台商共同护持盖了蚩尤池、炎帝庙、黄帝殿
就是安整个中华民族当下我们年轴上最根源，黄帝族、蚩尤帝族、炎帝族、神龙炎帝族，所有的当时的第一场战争所留下来的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的不幸，才分化出15610姓氏。啊，在我们从三祖以来，就有917位天祖帝王，朱建宁。啊，才到韩国去了，蚩尤后裔因为战争，到现在有195位天皇。啊，在蚩尤时代、秦始皇时代，啊，那么因为逃命，到日本去建国，到现在来124位天皇，朱建宁，这个都是鬼谷先生、王禅老祖的大悲愿，大慈大悲。所以，我们各位贤士同修、十方善知识们，心要打开来。若是你悟到你的心、你的灵是如来、上天、上帝、天神的转生投胎化身来的时候，你应该有缘同体，无缘的要大悲。哦，所以我们修行的就是要把心量打开来。啊，各种法门要修，尤其我们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的妙法啊，大家要多用心进入，多学修行啊，多学习啊。上一节我们讲到太极就龙穴的问题啊，继续讲鬼谷先生新传妙法，有的则居，有福则得。那个福和德，福德因缘，所以我们 要有福，一定要先从德开始啊！啊，若是没有德，福就不来了。好，那天地无我，天地合一啊，即曰王禅，故我稽首，归命顶礼。王禅老祖叫我们人来世间上，我们修行人要学习天地无我，你不要去分说什么中共、台湾啊、大陆哪里，都是众生，都是天上，我们在天上的如来境界的时候，都是道友，有的是兄弟姐妹，投胎到世间上来，有这种躯壳以后。59天法会期间可供设莲位，拔见十方有缘诸灵，欢迎报名参加，共祈世界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五谷丰登。询问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他就鬼谷子，他玄通永正天尊，扶阳妙道天尊，他的妙法就天地合一了，天地地球都是你的，你还争什么？只是短暂的，我要用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有对立，
若是我们悟到地球都是你的，世界都是你的，再进一步，世界的人类都是你要关心我们所关心的一家人，不管哪一个国家，尤其世界最多人口就是中国大陆14亿人口，也都是你一家人，你心那么大了，你难道你不关心吗？用你的心，就是黄禅老祖所开示的赞佛记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好婉转五须弥，干木澄清四大海，眼睛就看到地球上的四大海，东西南北，生死生老病死的四大海。哦，光中化火无事与化菩萨若于无边，智慧我们的心，我们的天心灵性化出来的智慧，好，无数亿，地球60亿人口，你化了也许有100亿的智慧嘛。啊，化菩萨众亦无边，行道者，所以我一直在维新电视台，每个礼拜天早上6点到6点半，提倡全民念佛。你都念佛了，心的渐渐会展开来。尤其发动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要诵经，诵经，诵经的功德回向给所有地球人类，包括虚空界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列祖列宗诸圣灵，一个字一个灵光，你念多少字了，你就有多少灵光加持你的列祖列宗，而加持地球上所有的人类，他们的心和灵相回应，那你就是王禅的化身嘛。啊，有困难吗？啊，有在经有在念吗？有哈。所以老祖开始乙未年和今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啊，要1000万部的经，现在所有同修都也都一起很认真的在诵经啊，有的同修呢原来吊儿郎当满不在乎，我发现同修都念经，他所以他不念，什么霉运都来了，哦，急的，好了，我回去就赶快念的，好，晚上就不要到处乱跑了啦。哎，念了一个月下来，他家里更平安。家里更和谐，事业更顺利，所以你心量打开来，天地都是你的啦，不是谁的啦。所以有其是大陆的一些高干领导，他哎呀，混元师傅啊，你怎么那么鸡婆？你都关心到大陆来，我们桂林，你们台湾，台湾是大陆的。我说台湾大陆的不是大陆的，大陆也不是台湾的，是上天给的，心量这么狭隘干什么？人生你白走了。我妈一下愣住了，我说我们台湾的这么多的贤士同修，把整个地球是看着自己所关心的，不是像你们现在大陆人眼睛愣将亮，要把台湾的并吞进来。哦，我要亏待那么多，对台湾真的没有智慧耶，可怜的众生啊！我口头不好嘛，我骂到这里啊，以后都不敢跟我说了。哦，所以各位，我们要了解，我们有修行了，天地一切万生万物中，祸福悉皆归待我们的心，那就是王禅嘛。所以王禅老祖叫我们要天地无我啊，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念去关心关爱啊，去想卫星电视台叶金红师爷专业电视台。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庙至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庙至圣王禅老祖。啊，各位维新圣教甲午千秋双十谢天轮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及各位法师讲师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所开示的安心真经。好，我们已经讲到三一命普相，三一命普相是人世间五大学士，天界也是五大智慧。你在天界上你听不到的这个三一命普相的真禅妙义，必须要投胎转世来世间，或是有法会因缘，像我们这样构建，我们把所有双法界三界万年诸天圣子活菩萨依照宗教法仪恭请光降法会坛城上受纳祭拜供养，才有因缘来了解到世间上的。那么我们当下共修讲这个经，我口在讲经，但是我的心是把地球之外双法界的啊宇宙虚空都放在我心中，所以我口讲出来你们在听，但是又有一条线麦克风就通往心中宇宙虚空山河大地，光中化火无数亿，化菩萨中亦无边啊，和当下莲座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共同分享地球上这一个时空里面王禅老祖导驾慈航在台湾净土以中华文化道统五千年的啊无量寿的智慧啊，将当下古著今用啊，所以一面开示，也借着各位你们的耳朵、眼睛、耳朵，把这个法音转入你们的心田。心田中有什么？有地球，有太阳系，九大行星。你若修得好啊，有宇宙银河星系都在你的心中耶。所以共修的意义和一般听讲故事完全不一样哦，所以这一点大家要了解。好，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三啊，三一命普相，现在已经讲到一宿天一上达天界啊，下至法界，
万生万物啊，万生万物皆有病魔，人生由是，众生无知啊，更是无智，妄语批评啊，依则外道啊。我们好多一旦有这个躯壳以后，有一个自己宗教的名相啊，贴在脸上，卡住在脸上，所以就有各种各种的批评，别人都是外道，只有是自己是内道。事实上你所了解的是什么？世间上的万法，八万四千个法门，你所知道的是瞎子摸象的小部分，你并没有办法知道外界十方法界，个人有个人的病因，个人有个人的因缘领域，所以我们不要随便批评人为外道。尤其三义命普相有一些修行的法门批评为外道，结果自己每天拿着健跑卡大医院小医院拼命跑，我说你怎么跑到外道来了？我说你就跑到外道这里来，那个佛会生气耶。那时候不知道要怎么说啊，我是怎么跑到外道来，医院就是外道嘛，遵守就外道嘛，还有一些民俗疗法都是外道嘛。你就跑到这里来，你跑到这里来，佛会生气耶，你要注意耶。我想一想，这样问他，若是佛会生气，那就是魔。佛就是一切八万四千法门智慧的总称，一个名叫做佛，就是智慧的名称嘛，就是抉择。我们称为佛比较好听就是智慧，智慧者。所以我们世间上的各种各种太多了，不要妄语去批评了，不要了，那我们会很难过的所以三一命普相，山河大地也有病那刚才我就从六号来，六号进来的，我看到很多那个帮表，光秃秃的帮表，那叫破军嘛。你住在这边，像这边的人住家，你所遇的人都是非善流，不是偷骗抢拐，你就会人很难相处。你不要说人家不好，因为本身你住在这里，这是火星，我们的首部。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禅机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官网 YJU.TW 已经正式上线，所有易经风水相关资讯、开课讯息皆可上网查询，欢迎显示同修善加利用。山也有病，人住在这里，你的思想行为就会有病。
啊，像南部有某一个地方有一家寺庙，啊，他爸爸是我们的弟子，啊，出家了，不是。这里的月世界的崩山，火星和破军，我说你在这里修行是逆精进啊，这里第一口舌要打架，第三就争讼，好舒服啊，我来这里修行是符合这条的逆精进，逆精进啊，啊，这里的人一来了来挑剔，连在里面学习修行的心都乱掉了，这就风水地灵人杰嘛。所以你可以否认风水，但是你在风水里面你也跑不掉哦，那我们在一则天一宿天一上达天界，下至法界地狱，万生万物啦，万生万物哈。啊，皆有病魔，人生有事，人的身体的病太多太多了啦。我们当下这么多法师讲师，好多心动大德家里很不平安，非常不平安，你到处去问神问佛问修行问什么通灵还是解决不了，本身风水就有问题嘛。我们一讲师啊，他呢接受访问，他原来东奔西跑到处的有庙就拜，就进去，有道就拜，有修行的就问，到最后还没办法解决问题啊。有一天听到电视我开始了，求等不如求己嘛，求己不如求真正自己，恍然大悟来读我们的班易经风水，才了解到他家的风水都不对，所以你问再多的神还是等于零啊。所以风水学的智慧是上达天界，下达法界与地狱，还有更多更多的智慧，我们的法师们啊，这将师父所传老祖所宣传的妙法啊，用在帮助众生帮助大众都有相当相当的成果。而一个人家里不平安，思想就有病，思想有病，心本来没有病，你的心原来的光被你的思想烦恼把它盖住了，就是全身都病了，多得很呢。而像今年甲午年太岁煞别，南方太岁啊，就前几个月我们一位老信徒哦，他来问我说：“师父，我跟老祖那么久了，怎么都没有保佑？”我结多久了？将近十七八年了，都没有保佑。你说是讲给我听？我增加你一栋房子，结果呢，我的生意就停了啦。啊，我的家里孩子就吵架分家了啦。我跟我的老婆，我们七十几岁了，也要想离婚呐。我说你这病都来了，我说你讲给我听。啊，就是房子，这不是东，
这份西别南，好，他房子别墅很好，因为少一个车库，他就在龙边这边，就五方嘛，就盖了一个车库。他怕他的车子晒太阳，晚上放在那里怕淋雨，怕跟路干路来动哦，所以他就盖一个停车库。啊，这个刚好是在五方，今年太岁甲午换太岁，你换太岁，太岁当头做无灾必有祸哎，所以你盖这样子没有死，已经阿弥陀佛啊，老祖哪里没有保佑你？不然一般你换太岁，太岁头上动土会死人呢，莫名其妙出祸呢。我有啦，啊，今年啊盖了之后，没有几天呢，大孩子就出祸了，回来就怪怪了，两兄弟就吵，吵到分家，啊，人两夫妻老多呢，七十几岁快八十了，也想要离婚，问了什么原因？太岁当头重，无灾必有祸。嘿嘿，我们换了大忌，那明年亥卯未，明年未年煞灾煞西，反正坐东向西，你在西边绝对不要去动，也不要打井，也不要去啊开个啊什么的水池，所以明年东西向的你最好都不要动，你一动问题就来了啊，所以我们要知嘛，知这个法，王禅老祖才啊不厌其烦的出广长舌相啊，来到世间传这个大家忽略的话，武术的话，所以你懂得。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用金忏的智慧普利人天，解冤消业，自信光明圆满，欢迎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松山有一家妈祖庙，啊，地点非常好，原来就有很多不平安的事情，啊，在八九年前吧，啊，我要去看一下，我去看了，啊，这个就是妈祖庙，很大的妈祖庙。啊，这个路广场这房子这里盖了一栋7楼，就是白虎方昂头，好，这栋房子就店面
热闹得不得了，结果里面很不平安，连妈祖也头痛，哦，不知道怎么办。我去看了，我说很简单嘛，你在这个地方竖了三只旗子，三只大旗子，哦，那么让他们风来飘扬，就会把这个画煞，这游离殿出来的反作游离殿，那么你在这里呢，啊，龙边先动起来，那画煞掉了。现在香火鼎盛，信徒那边拜妈祖也是非常多的不得了，啊，大家得到感应，啊，心有病的去拜妈祖回来了，很快乐了。这是风水学三一命卜相的智慧呢。我们道家比较不会有这一种想法，啊，都很重视风水中华文的道统，啊，外来的宗教信仰，啊，才会否认了中华文的道统。但是事实还存在嘛？哦，所以各位啊，我们要有智慧啦，啊，不要强辩。强辩没有用，你要有智慧，你自己保了自己，没有办法保了你的所有信众大德能够心安，那也是外道，哦，所以一啊，这个人皆有病魔，人生犹是啊，众生无知更是无知啊，好，妄以批评。依着外道，我们台湾最大最有名的啊宗教信仰啊，也为国家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病了还是要去找医生。哦，所以我们不要说哎呀啊，能把医生啊就把他否认了，很不好。好，啊，我不要再讲，不然人家会骂我。哦，就有人他的修行方式啊不怎么对，哦，那我有时候讲经呢就会骂到他们，哦，他们就说他最讨厌的是我，没有办法，我的口头还要再修了，但是错了要纠正，不然以后因果我会换因果，哦，不知者不讲，哦，或知而不讲。而不知而讲无智也嘛，而他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我们不要计较，计较就跟他一样嘛，知而不讲不慈悲也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不要妄于批评三立命卜相，不然以后自己没有立场，所以妄加批评依着外道啊。